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露丝。Hello， 竟然有看到很多小红书宝宝们在让我推荐一些便宜大碗好用的国货。那么今天要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好用的洗内衣内裤的一个洗衣液，因为我感觉啊，现在其实很多基本上女孩子肯定会必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确实会比一般的洗贴身衣物的会更加的干净。第二就是会洗的更快啊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天要跟你们推荐的国民大品牌立白内衣洗衣液。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想要给你们推荐这个。第一呢，我觉得内衣内裤的洗衣液一定要味道很香，就是好闻，因为毕竟是贴身衣物嘛，味道会比较重要。对，这个呢，它就是花果香的味道，就是那种甜甜的，但是一点都不腻，就有一种少女感的气息。它的除菌成分也超级的天然，里面还加了澳洲茶树油精华，除菌率99.9%。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除细菌，而且它一瓶可以用120次，可以用很久。还有一点要给你们推荐，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一定要快，会不会遇到一些就是搓很久都搓不干净的这种情况，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就内衣内裤一定要用专门的洗衣液来用。真的好香，好喜欢这个味道，就是它也不是那种打脑壳的香，你知道打脑壳的那个意思吗？打脑壳就是你一闻就是觉得香过头了，它是那种淡淡的果香，就是好闻，反正就是好闻。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生理期的宝宝，你只需要搓10秒就可以洗干净。里面呢不仅有天然酵素，还添加了氨基酸，还有 APG 洁净因子，就这个东西呢，它让你洗完之后就手不会干干的，还是就润润的软软的。更重要的就是洗完之后呢，你的贴身衣物它不会硬邦邦的。立白内衣洗衣液真的能出国民大品牌，用着很安心，你们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赶紧去试一试。今天呢就是推荐这个给大家啦。